禮接力拖賽最後召集，男子丙組4×100米接力拖賽最後召集，女子丙組4×100米接力拖賽最後召集，女子丙組4×100米接力拖賽最後召集。成績公布，女子甲組跳遠第一名葉詠薇，天水圍群道成績5米02，破大會紀錄。第二名陳慈欣、鄧佩婷成績4米59，第三名陳隻玉、鄧佩婷成績4米53，第四名黃嘉欣各一位，第五名胡杏兒、馮德，第六名楊振浩。